小弟弟呀、啊，这都是妈妈给你买的，你给我一个玩好不好？哎，不灵，风车给我玩，给我吧。妈妈买的小风车不给我玩，我也不让你玩，哎，我都给他小了，哎。弟弟，给你玩吧。哈哈哈，不能玩了吧？啊，怎么的，弟弟？哎呀，风车，气球炸包了。哎呀，风车也得做一个5个大手指的大气球啊。看看宝宝，咱们大风车咱们做好了，看。